我们下午呢，先在这儿喝点东西，然后聊点正事儿，然后晚上呢，我准备在这儿请他吃个饭。啊，等等等等，谁请谁啊？说好了我请你的。阿姨，把店里所有好吃的都拿上来，我请客，今天。行，关键不在于我请他还是他请我，最重要的主要是，吃饭的时候我准备跟他搞一个仪式，这个仪式呢。 阿姨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没什么仪式，重要的就是吃饭啊。不，有一个仪式，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仪式上会证明。证明什么呀？甭搭理他，阿姨啊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你什么？搭档。 什么搭档呀？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做搭档了？我答应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珊姐，你眼光真棒啊！是吧？给你哥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什么情况啊？就是我刚刚说的。 很棒啊，我们，山哥。